我这枪能中他吗，兄弟？飞机，我先来捏一点。说小月，你那没人吗？我不知道，老周也不说话。没有餐具。好，你的那个呀。丢个六倍，丢个六倍。哎，楼顶，标两楼顶。给我把枪好吗？啊！没头就打一枪头。加一下，左边，绿龙，我这边。我看着呢。没死，他们白的。右边没有人，他敢丢这个白，右边肯定没有。有。你脸上。没兄弟，我喷着架子。被打。那他为什么丢这个白啊？他骗你。都火了。他高智商白。打你的药，最好再开两枪。看回去救人，有事吗？有点饿了。放。这第二倒了。你楼顶。那你下了那个楼里，楼里吗？嗯，但他不动。好，我喷他去。一直在跑是不是？信号枪、信号子弹、信号枪呢？畏惧我们，完了，我操，要干我们，好了，我操，我操，全是人，有个人在救，先去先去，牛逼。二层楼二层，大仓感觉，哎，被闪不要慌，先盯脚步。我这个步枪急不急死兄弟？急死兄弟！不要不要吧不要！走，我说你下午那一会儿刚过来，你们人不见了。我在等啊！我操！救我兄弟！快快快！楼顶秒救，楼顶秒救，我能救。妈，直接给拉到近点了，兄弟他们。但我说实话，下午回来不能睡，睡了晚上。拿个石头好像。没有。我被石头两个。石头还有一个。我封烟。石头左边。标两那个。两房中间。还好没打豆子局。哦，他打倒右边的，我看到了。那就是二打一打一。打头了，死了。右边，右边，右边，他爬出越了。他队友会不会贴近点了呀？左边近点。他队友不知道在哪。哪个草里？你再看一眼，那是的，三标。左边，左边。没有人。石头后面，石头后面。石头。一说吧。拉你了，兄弟。pick 你要。得了，打了一枪的。